那我也要跟大家讲，五月五号的这一个活动确定是取消了。那今天发的视频也是千亿啊跟我们敬爱的这些来社会大众来诚挚的跟你们大家的来说一声对不起啊道歉。那我也要跟大家讲，五月五号的这一个活动确定是取消了。那今天发的视频也是千亿啊跟我们敬爱的这些来社会大众来诚挚的跟你们大家的来说一声对不起啊道歉啊，因为我较冲动啊比较冲动啊。今天五月五号的这一个活动确定是取消。